点，现在是早上10:30。哦，这里已经干完了，后面还是有水。起雾了是不是？好，哦，都是爸爸妈咪早上在那边拿的。我的房间还是很满啊，是很冷吗？我的房间还是很满，可是昨天到这里。然后爸爸妈咪也不能去做工，因为外面根本就出不了啊。Oh my god！ 哇，这个水很给力耶！你们没有去做工会怎样？哎呀，管他那么多了。现在这个电门不可以用，如果用的话呢，待会我们就全部一起送电，而且是整个一起送电，因为那个水是大家都有。然后现在这样子，外卖也叫不到，我们也煮不到，吃什么呢？晒。OK， 现在呢，因为妈咪讲了晚上有可能还会再来多一次，可是没有办法，我这边的我一定要 Q 的嘛，所以我就打算拿用桶，然后拿水出去丢，就是这样吧，能救多少就救多少。这一次是一个很好的大扫除，今年要到了，所以我们就是要大扫除。然后这里的水已经是退了啦， OK， 不可以讲，等一下还是放回来。现在是下午1:30了，我们已经把要的东西全部洗干净了，后面就爸爸弄干净了，完完全全是干净了完了。然后我已经洗到我的手烂掉了，烂掉了。我们现在不能等厕所的水，我们要把它倒去外面了。刚刚本来是小雨吧，然后我一拜完神，然后就是要大雨哦，不可以拜神的意思吗？来欣赏我的第二餐，应该算是第二餐麦记面。现在是下午3:00，来 update 你们进度。现在16年没有动的地方，然后一次过空到完，开心吗？棒，开心。现在下午4:00，水已经退到不错了。哎，干了啊 ，OK 啊，不要进来哦，出去。完蛋了，完蛋了，完蛋了。啥子？那个地上破起来了。这边都是棚，这里都是棚。地下空姐去，地下空姐。完蛋了，要花很多钱，两次叫全家出来。哦，这里也棚整条，所以它是那个棚的那个碰上的声音。哇，全部人以为裂的声音，快点上去！地震了，地震了！哦，我这里也有。哦，没有这样恐怖，这个一定会破的，这个。这个迟早的，我现在是最靠近它，相机都可以看它是很明显，是它的声音是不是？啊，这个位置已经是封上来了，现场直播，爆炸了，爆炸了，可以看得到这个粗哦，是很不被认小的，因为这个角是高的，这里已经裂开了。我觉得它的那个高度是越来越高了，它可能等下就会爆掉了。我要换一个地方，这个坐到我屁股很痛。原来我坐在这个地方啊，难怪嘛痛。我走了，走了。哇，安全！几时要爆？几时要裂？快点吧，给个痛快可以吗？妈咪加分给我们，让我们压压惊。过吗？这个自己家里做的饺呢？你要盖脸吗？不用吧，捏了。一点点吧。我们现在来看一看我们的小白很好，小白没事，小白，哎，小白有啊，有没有啊？你跟我讲没有？家车那边就试到完了，啊，就那一边就试到完了，我以为真的没有中，有一点点。我一进来我就哎，我把我的小白移高一点了，希望他就因为可以这样子不会进水。然后弟弟的车就放去我的亲戚的家，然后现在下雨了，所以我要快回去了，不然的话哦，我的病就不会好了，等下我就更严重的病。看我们的前面还是一大堆水耶，往前面，
因为有明航们讲，他们听朋友讲要敲，敲了他就会下去了。他看到他就在那边，敲了肯定会下去啊，很烂鸟啊。可是没有敲啊，他就一直这样碰上来，这样走路嘞。你又不知道他，他们讲如果没有敲的话，他会直接砰，然后天花板。砰。都已经敲了。不会不会的，我听我妈妈说，大哥是哪一块布跟他盖着吧，到现在。可是很够力哦，还是你这条跟那边哦。可是你们也没有布哦。对啊，你那个一点点啦、啊，我们这样多。整排嘞，他们做了没？没有，而且好像比你们转车转还要大一大一格嘞。没有啦。有啦。一样的。一样没。一直要踩油，踩到还没有漏为止，好厉害哦！那个车吃太饱水了。很冷啊！老板刚刚看了我的玻璃盖有怎样吗？玻璃盖还没有事啊？可以拿水够。掉头？掉头？真的没？眼睛太低了，往上。可以啊，手是在那边。你不要放到这样厚就好了。我们雨天洗车，对吗？对呀、啊。雨水给我们洗车，就洗胳膊，洗胳膊就够了。你晚上就要听到我啊啾啊啾啊啾了。这样有意义的吗？我昨天晚上已经一直在啊啾了。现在老北老布在弄我的房间，他们想要用最简单的方法，但是不能，所以我们就用最传统的方法。谢谢。不能啊，是怎样才可以咬啊？爸爸讲要高吗？现在他们在帮我用最传统的方法，我觉得我要去救我的窗帘布了。棒。你要表演？我不能，他那个可以。哇，美美咪，这可以收起来继续用吗？它碰碰啊，它歪歪。可以收起来。哪有那放过我们比较好走吗？不能啊，放回去啊，放不回去啊，放不回去。其他地方没有。整片碰起来了。对，碰起来了。没有，哎，没有。来看，拿去后面啊，有明，有明后面，后面有位，后面。钱吗？钱飞了吗？我们好像搬新家这样，洗窗口，然后我还要洗地上。可以睡吗？今晚不能睡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讲有可能还会再来第二次，让我们现在做的全部都白费。所以我们首先要卖掉我们的床，所以有谁要买？谁要跟你买？没有啦，我是觉得如果真的再来第二次啊，后面应该会很严重，就前面已经爆，后面应该也会爆，再来就真的是完蛋了。按键？什么？按键？哇，钱，王子来，来，老板娘，他听不到，换中枪做工了，没有工钱的喽。义工，我听到什么义工？来下，不要啦，很危险，没有比较安全。来继续。继续。哦，这样容易了没？不要慌。好，现在一下，应该全部都可以睡了。汇报汇报，现在是这样干净啦。然后我的房间还没有弄，因为我等水杯，因为水杯现在在用这水杯只有一个 only one limited， 这个装不到的桌子居然可以拿来这样子用，哇哦，这样我们就不用穿鞋了，然后我们就可以把整个地上都弄干干净净。 yes yes， 我们的晚餐本得出去打包的，好吃吗？不好吃也会好吃，因为没有东西吃了，全部东西提早关店。我们好像世界末日这样，这里吃完了吗？就没有东西吃。我们现在呢，就是临时决定不弄这间房间，因为哦，外面还在下雨，很怕等一下又会再淹起来，这样我们做就白费了，对不对？对对。所以我们现在就要去休息啦，现在已经是晚上10点啦，拜拜。又有第三天啦，我还以为第二天就会结束，结果还要第三天。
A few moments later. 现在是半夜十二点，妈咪叫我下来看一下有没有漏水，有没有淹水。我的眼睛应该是看不到的啦，这样子看应该是没有啦。看一下厕所吧，厕所不懂有没有淹水。我天啊，这是淹出来的吗？又来了一次了吗？后面不知道有没有哎。目前是没有，所以只是一个厕所的程度到哪里，好像蛮高的。摸要拿掉，上去吧。现在十二点半，然后我们外面还是这样淹，然后又有瓷砖要爆了，这一块已经上来，哎呦，这个本来没有的，可是现在这样子啊，这个灯好像没有作用的，应该是没有事吧？可是如果外面淹的话，这里等下也是会淹的。No I see。现在是3:40，睡到一半突然间起来，只怕那个家没有了。然后现在是厕房没有淹，剩下厕所这一点点水吧，所以它应该是在下着。OK， 不要给我们看这样多，很恶心，对不对？关起来。Day three。OK， 现在是第三天的早上11:30，然后这里是干的，这里也是干的。然后是因为半夜的时候有一只出来确认没有漏水啊，所以才敢睡到这样迟。可是哦，它现在这里明显的全部凸起来，不懂会不会爆嘞。然后这个就是房间了，水质的印记很够力，不知道还能不能住人，而且有一点臭酸的味道。现在是 day three， 然后我已经稍微整理一下这个房间，然后它还有很多位置，所以我已经把我楼下的东西搬上来了，所以是7788了，剩下一个 store room 里面的东西包，能塞就塞的那一种，这里面完全没有位了，然后这个里面也是没有位了，总之就是满满，然后到上面已经要到天花板了，哇哦，好难塞哦，叫我什么？塞话？塞大人。晒棒晒女王，故意的，后面很黄哦，这里看很黄哦，我们眼睛看还好。突发状况，宝宝妈咪的车回不来，所以我们去带他们回来，顺便再买食物。耶，这个就是我们的晚餐。这个是我以前做报告写的，然后这些纸都是留来写字用的，然后现在全部要丢到外了，因为全部已经臭了。留，我喜欢写字嘛，我就留咯，哪里知道不能用。那时候年终的时候才回来拿出来拍吧，这 IG story 现在就直接要丢掉。什么来的？这个是拼图来的。啊、哦。你看它粘在另外，哎，哪里？它粘在另外一边了。不要。烂鸟喽。啊，它整本撕到完，然后这个是完的哦。这好像是阿公买的嘞，哎，可以丢了，谢谢。啊？里面是我的。你阿公买的，你要丢？没有办法哦。那时候拍了一大堆颜值，还有人问我是不是我自己出钱买的，现在不用我出钱不出钱了，现在是进水了咯，好彩那时候拍一点咯，就从那边回忆就好了，这整个丢掉了，以后我也不敢再收东西在 store 了。传家之宝要丢了，传家之宝 sticker， 传家之宝，这个叫 Movings Club， 好像是拍完我可以做记录。拍完你翻这样快着吗？可以 stop 的吗？
有一些反光。一二三，丢！哇，这个是今天测的，哇，这是那天拍的，然后朋友写给我啊，全部没有了。哇，这是水。别人哦，我放了照片哦，然后现在就要丢了，看不可以写超过四面，不可以撕破，不可以乱写，可以借回一天一块一块，什么鬼？拜拜，全部要丢掉了，没有了。我们的 storeroom 就空了，拜拜。现在带你们来参观我们的 storeroom， 一路空到尾，就剩下这里都是干净的。等一下我会拿出去给他们，然后里面也是空的，里面也是空的。啊，太臭了，要打喷嚏了。现在呢，粉底要开他的枕头，这枕头是昨天 storeroom 拿出来的，是已经拿出来的时候是水了吗？嗯，还会漏水出来的那一种。哇哇哇！哇够力哦！我看那颜色，哇，反光了！比狗小便还够力哦！我在狗小便，比小便还够力耶！哎，我知道，这是很大很大的狗小便，而且这个是全新的嘞！来，我开另外一个。这个是这整区的狗小便。另外一个、啊。三。哎，这个好像更严重，不能用啊！这比你的狗小便大便还够力。其实戴个套就没有事情了。真的没很臭哎！你是要百多块一个？送你了，送你啊，免费。Give away， 不要 give away， 留言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现在我们半夜两点多，一个在扫地，然后我就在整理一点位置，不然的话我们要吃饭什么没有位置。Good， good， 干干净净吧。希望结束了啦。主要是我们扫过后还是会叫人家敲碎的，因为要换。对呀、啊，可是现在干净吗？不可能，你要踩到一粒一粒不舒服啊。现在是第三天了，已经有一点咸了，就还要快结束，有点咸了，这什么？现在我听到别人的新闻很够力，我都很怕。是哦，那个不中还是什么地方淹到两层，它几乎上一半的东西，家里的东西完全没有掉，很惨哦。我们算是很幸运的，是很幸运，可是也是很多钱要给。人家十万，我们顶多是五万，就这样，没有办法，天灾没有人可以预测。周末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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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周末会这样。那天不是巧，然后就飞去，然后我就扫，直接擦洗就。看看看看看。流血也要拍，要留下做纪念。流血。啊。今年这次更不透风。现在是半夜三点半啦，就是已经骂完干干净净，然后全部要丢的都在那边。哎呦。整个就是我顺眼了，我才能安心的去吃东西。后面也是很干净，你看亮晶晶，还有这边也是。所以我们现在煮东西吃。我老板呢？老板在厕所偷拍你哦，小心点哦。我还会锁门哦，我有锁匙，你知道吗？我们不要浪费，把刚才剩下的气炸锅再炸一下，还是可以吃的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而且又可以填饱肚子，不浪费。给你一个，大大的点赞。点赞。现在是五点半，我们还是没有睡，应该是从十点开始就没有睡到现在了，好惨。好彩我们已经备水了，我下午就听到我二舅家已经停水，所以我就快点装，但是只有一点啦、啊、而且他们自己讲嘛两点就会好，结果他现在都还没有好，五点多了，我现在不能等他了，我要去睡觉了。机智如你。感谢，不用谢谢。我睡觉了，我脚很痛，我站一整天，看我的手已经烂掉了，虽然是看不到啦，但是已经是烂了，一个第一天就烂了。
男人的手，粗的要死，脱皮到完，好像那时候冬药水这样，粗粗粗的，脱皮。我的是女人的手，证明你少做工，少做工。